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喂，喂，喂，我们村长来干嘛？他去把他处理了。喂，会长，你们不能走呀！哎，哎呀，你们那些怎么那么坏啊？喂，哎呀，哎呀，幸好你们跑得快。哎呀，怎么拖我们村阿兰干嘛？肯定是人贩子。不行，我叫他们在村口那边拦住去。喂，小二啊，你在村口那里叫人拦住啊！我们村阿兰被两个人贩子拉着一个斗车推出去的，你赶紧在那边拦住就是了。哎，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，这爷爷真是的。干嘛呀是搞错了，拿开那个避风筒啊！等一下，我女儿出事，这块你说不清楚。哎呀，快点走！他刚刚怎么错了？快点，快点！是说两个男的拉一个女的，现在不是两个男的拉一个女的。哎，小二，小二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两个男的拉斗车的。看到了，可是一个拉着我们村阿兰啊，有没有看见？他也不像我们村阿兰啊。不像那个阿兰，过去了。有个是他老爸，看起来年轻比。跟他差不多的，坐的那个是不是女的先坐斗车的那个？是啊。嘿，你们肯定是被蒙混过关了，肯定是乔装打扮了。那他们人呢？刚过去不久。那我们赶快就去。他们跑不远了。哎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阿达，赶紧跑啊！哎，醒醒啊，阿兰，醒醒啊！看那是不是他们？阿兰。这是不是？醒一下，就是他。你们搞错了，搞错什么？我们村的人我还不认识啊。就是我女儿啊。对呀，你妹啊，我们村的。阿兰，阿兰。哎呀，刚才我看你叫你半天你干嘛？逮我干什么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了？哎，你怎么穿这个男的衣服啊？哎呀，女儿啊，你高烧怎么好了？没有毛病，谁是女儿啊？哦，我记得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在村口等车的时候。他们两个人对一个斗车，然后捂住我嘴巴，我就迷迷糊糊的。难怪我刚才随着尾号的时候，我就被追了，打了。你们两个怎么错呀？你们搞错了，刚才搞错了是不是？你看，还乔装打扮，那就完了。你们两个是干嘛来的？为什么把我们村阿兰抓住？不是啊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我女儿。对，还在狡辩呢。老实交代，我看你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你有那么大的女儿吗？你把他抓住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就不想跟他们分手了。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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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就放我一马啊！老实交代，不说把狗腿打断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抓我们村阿兰？哎呀，我们欠了一屁股那个高利债呀！你欠债，你想办法赚钱去还呢？你为什么要抓我呢？你们欠钱，你自己有手有脚去赚呢，你为什么抓他？是啊，抓他干嘛去啊？抓到哪里去？我有家人啊！如果你捉走了卖了我家人怎么办？我孩子怎么办？哎呀，想不了那么多啊！我们欠了那么多钱，还一辈子也还不了。那是你们的事啊！你抓他拦去哪里？你说不走？家庭，说不走？说不走？抓去哪里？老实交代，你说哪？卖到哪里？卖到哪里去？金三角。哎呀，金三角！你们怎么那么坏呀？你有没有上线？难道你没有家人吗？啊？有没有上线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是人家卖了你家人，你怎么办？卖了你女儿或者你老婆，你怎么办？这些事你们都干得出来？我们简直是丧尽天良啊！啊，是他是老板的。我跟你说，不要狗咬狗说话的，明明你是老板，你给我做狗咬狗是不是？你给我推，你给我推倒车，给200块一天，你怎么说法了？我不管你，
现在就马上把你们送去买派出所。哎，不要啊！什么不要？别哭泣，赶紧把楼顶坐上吧。不要，大家就跟警察去说。不是，我家里还有20多万给你们分了，好不好？那也是你们的。帮我们一把，帮我们一把。你们有钱？那也是你们的钱，我们不要。你们存在哪里？是在家里那个车里。几号？我等一下去拿几号？38号。那个钱拿去做证据。哎，做证据。正好。给他。有什么事啊？去派出所。哎呀，被你拖下水了，你这个死蛋。